那就好像很幸福，其实是最幸福的。来，三零。我也是觉得，有时候人真的是好多烦恼啊。不是人，就人也因为有这些烦恼，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啊。动物因为就烦一烦就过去了。啊，动物没什么烦恼。有，动物的烦恼可多了。不错啊。那动物就我们家狗狗就好可爱。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它的烦恼，所以你觉得它没有。哦，是的。大碗冰这样跳来跳去，跳来跳。撑得不错。哦，好可爱哦。那是它命，我跟你讲，被养的都是命好的。其实有很多很多宠物，不然流浪的那些才是最幸福的。只要被做家犬的都很轻松。对啊，你不太常帮人家，就是说出天命。除非你有需要，你有需要你有需要的话再找我。找你要怎么样？没有，你把你想要问的问讲清楚再来问一下。那、你要说要发红包，一定要，一定要。他们有那个是对规定好的，哎，就是你的岁数后面加两个零，就是我收的钱。这上面规定。岁数加两个零。哎，然后你认为你几岁，你就后面加两个零。就是你的规定。还有，是我的成绩是双十规定的。对，因为我有一年我跟他确认了一下，我说这样不行。对，35。我老是跟人家讲学习。结果这样子哦，生活就好。三，我也要。好我会努力工作啊，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工作。后来妈祖说，好了，这样就这样子。人家有来找你的时候，就岁数加2倍。嗯，对，你认为你自己是几岁加2倍？啊，对，你要认为你是。